热应光电非接触式额温枪操作说明。双 LED 定位正确的量测距离。非接触性量测，卫生舒适。一秒量测，快速方便。额温模式，表温温度模式。按下开关按键，额温枪会进行一个简短的自我测试，显示所有元素于 LCD 荧幕上，并听到两声哔声。额温模式为预设模式，握住额温枪距离额头中央4公分以内，按下 Start 键，2点 LED 会在额头中央垂直成一直线。注意，如果持续按着 Start 按键超过15秒，温枪会自动关机。放下 Start 键，您会听到一声短鼻音，表示量测体温之动作已经完成。量测时间约1秒钟。额温模式下，量测温度大于37.5度 C 或99.5度 F，额温枪将会在一声长哔声后，以3声短哔声警示发烧。开机状态下，按下开关按键，可读取记忆量测值。重复按下开关按键，可读取更多记忆量测值。开机后，按住开关按键不放，再按下量测按键。此时，LCD 荧幕会从额温模式切换到表面量测模式。扫描幼童牛奶水温，扫描幼童洗澡水温。1分钟未操作额温枪会自动关机，以增长电池使用寿命。关机状态下，先按住量测按键不放手，同时再按下开关按键3秒。摄氏度 C 符号会切换到华氏度 F 符号，您可以使用相同步骤切换回原测量杆位。额温枪出厂设定为有信号音，在静音模式下可设定开启或关闭信号音。开启后按住开关键3秒，荧幕上的静音符号会闪烁，然后放掉开关键，荧幕上即会显示静音符号。这样将不会听到信息音。同样的，可使用上述的设定方式再开启信息音。注意，如果静音符号闪烁之后按开关键超过5秒，额温枪将自动关机，并无法设定静音模式。请清洁探头镜片，以确保量测准确度。温度仪探头镜片是温度仪最敏感的零件。请避免损伤镜片。使用棉花棒或软布沾酒精轻轻擦拭，酒精浓度70%，轻弹棉花棒去除多余的酒精。若没有酒精，请使用酒精棉片将棉花棒浸湿，再进行清洁。不可使用尖锐物体擦拭探头，会造成探头损伤。静置1分钟，待其完全干燥。请保持额温枪干燥，避免阳光直接曝晒。请勿将额温枪浸入任何液体中。请勿握持额温枪太久，会导致量测结果比实际温度低。若不小心摔落额温枪，请确认探头内的镜头是否损伤，若不确定，请将额温枪送至您购买的店家进行检查。当荧幕显示电池能量不足时，请更换电池。双手大拇指同时将电池盖向外侧推出，取出电池，换上新的电池。装上电池盖。
欢迎至热印光电网站获到更多产品相关资讯。